嘉义县竹崎乡观音瀑布加飘谷雨瀑布2023年7月22日星期六。嘉义县竹崎乡观音瀑布加飘谷雨瀑布。观音瀑布交通方式：福茂竹崎站到文峰游客中心车程8分5.4公里。西兴寮方向建议由西兴寮方向前往。文峰游客中心到西兴寮公车站牌车程2分1.4公里。西兴寮公车站牌到仁观三号桥观音瀑布入口吊桥车程约25分。禁止四轮以上车辆进入，可以骑机车或步行或搭接驳车方式前往，接驳车单程100元，来回180元。前往观音瀑布，岔路处有指标，仁观一号桥附近有公厕合造景艺术，过了仁观二号桥及仁观三号桥，观音瀑布入口吊桥。观音瀑布2023年7月16日重新开放，改为现场购票入园，以后前往观音瀑布更方便了。观音瀑布营业时间：5到10月营业时间8点整到16点整，11到4月营业时间8点整到15点整，每周四公休。观音瀑布门票：全票70元，团体票50元，65岁以上及12岁以下特惠票30元。6岁以下、竹崎乡民、身心障碍者等免费。今天在前往观音瀑布的途中，发现了几个雨后限定版的瀑布，以前几次前往没有看见过这几个瀑布。旋转梯又称多层阶梯，是前往飘谷雨瀑布的必经之路，起始于西兴寮。这条独特的多层阶梯将带您穿越壮丽的山景。多层阶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地标，也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台。沿着多层阶梯一路攀升，您可以欣赏到令人屏息的自然美景。沿着多层阶梯往上，瀑布的声音逐渐清晰可闻，您可以感受到瀑布涌现的气息。但遗憾的是，第一层瀑布海窟景致被周围的环境所遮住，无法完整一览。今天在前往观音瀑布的途中，发现了几个雨后限定版的瀑布，以前几次前往没有看见过这几个瀑布。今天在前往观音瀑布的途中，发现了几个雨后限定版的瀑布，以前几次前往没有看见过这几个瀑布。飘谷雨瀑布，飘谷雨，雨飘谷，谷雨飘，这个词句如诗如画，仿佛带领着你进入一个充满奇幻与美丽的地方。当你置身于飘谷雨瀑布的美景中，你会被这片仙境般的景色深深吸引。瀑布的水丝丝如线，轻柔地飘落于峡谷之间，仿佛细致的轻雨舞动着。站在瀑布旁，微风轻拂面颊，
水滴轻触肌肤，这一刻与大自然的亲近感让你的心灵为之一振。你可以选择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距离和角度欣赏漂浮女瀑布。漂浮女瀑布、漂浮女、女漂浮、浮女漂，这个词句和诗一画，仿佛带领着你进入一个充满奇幻与美丽的地方。当你置身于漂浮与瀑布的美景中，你会被这片仙境般的景色深深吸引。瀑布的水丝丝如线，轻柔地飘落于峡谷之间，仿佛细致的轻羽舞动着。站在瀑布旁，微风轻拂面颊，水滴轻触肌肤，这一刻与大自然的亲近感让你的心灵为之一振。你可以选择在凉亭、步道或吊桥上等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距离和角度欣赏漂浮与瀑布。像人的日大地，故乡的后悔人的吃味的花吃醋马吃乌，对阿里山的日头去走走。我是家己人，家己人平常时光吃一点吃好阿爸爸唱着本来的心的要你的灯阿公唱到底在乎感受，我家己祝福，为家己大声打破啊！家己人，家己人，有马祖来斗三工，看梦叮当。仁观一号桥附近和观音禅寺和观音瀑布步道入口处附近有公厕。竹崎观音瀑布以其从山崖上倾泻而下的景观，宛如一尊立于山间的观音菩萨而闻名遐迩。观音瀑布位于一个峡谷之中，两侧峭壁青翠欲滴，谷底则布满奇石，形成令人惊艳的景观。整个瀑布共分为四层，其中第四层瀑布更是极似观世音菩萨披着白纱显灵于瀑布之间，因此得名观音瀑布。观音庙前平台、凉亭、二楼平台、西床等都可观赏观音瀑布。观音庙和观音瀑布和西床都在管制区外，随时可以前往。西床可以戏水。
嗨，我是背包客大叔。爱在台湾旅游，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想了解最新的花矿、瀑布水矿、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快来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矿、瀑布水矿、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